安排就绪另类。结果是怎样？结果是怎样？哎呀，黑马王子华赢了啊！咁又真系抵子华神，令就就恩王呢个名嘅。郑中基阔别红馆十年，前晚最后一场 show，encore 揾咗子华神做嘉宾，越级挑战小凤姐嘅名曲啊！唱歌呢家嘢咧就玩下嘅啫，栋笃笑先系佢专长嚟噶嘛。各位观众，靓吉嚟啦喂！郑中基系释放林欢喜嘅，唔系成日有噶，而家当做啊！一个释放林欢喜嘅人，点可以唱情歌咧？让我为你哭，咁啊，哭咩啫？你咁欢喜？有啲人唔知道牛歡喜係咩嚟㗎嚇？牛歡喜就一個地方，啲公牛好中意去㗎。喂喂喂，兒童不宜啊！唉，不如我哋都係轉 channel， 去翻合家歡環節啦。但 Ronald 好醒㗎，揾埋阿爸上台夾 band， 仲叫仔仔女女大合唱賀年歌。老婆余思敏都公开赞 Ronald 话：，当然我知道唱歌是他最叻、最喜欢的嘢，咁所以正正因为咁样，佢所以面对的压力对自己的要求更加高、更加大。其实我可以做到的嘢好少、好少，我只能够在他后面俾他最强大的后盾同埋支持。等佢冇任何後顧之憂，可以做佢中意做、想做同埋需要做嘅嘢。講完心底話，再嚟多個嘴嘴添。哇 ，Ronald， 你同老婆咁恩愛，前晚幾場 show 又有千華優勝，有冇問準老婆先？都有問嘅，大家都係咯，又都咁大個啦，係咯，冇乜所謂啦。冇所谓，喂，你净系请千华，唔请阿傻，好似有啲大细超噃。咁因为佢有只佢翻唱咗我只肺部合唱。嗯。阿傻比较少联络啲，佢爸爸就见得多啲。今个 show 黄碌人情牌 ，Ronald 都话预咗要还噶啦。不过好似大前晚千华咁讲啦，佢唱多啲歌回馈翻粉丝仲好啦。祝苹果的读者鸡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晚晚笑住瞓。